在煎板上，牛排一放上去就立刻滋滋作响，香味阵阵飘了出来。仔细一看，这牛排好像比一般的大很多。这超大块牛排就是这家位于桃园龟山乡的牛排馆镇店之宝。那是怎么控制的？它的大面，就是我们会先把它的表面切到金黄色，然后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大概要煎多久要烤的？对，看你要煮几分。那如果像欧的几分熟的话，你要怎么样控制它？控制哦，对。我们会看它的厚度，那我们会大概抓一个时间点，那然后在它出来之前，我们会先确认它的熟度，那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直接出来；如果还不 OK 的话，我们继续再烤一下。接下来呢，为你们介绍的是大盎司牛排。那目前市面上呢，只有我们有这种大盎司40盎司的牛排。那牛排部分是采用牛背煎肉，那它才有办法将原肉切得这么大一片，都会先把肉两面煎至金黄色，然后再进250度的烤箱。进250度的烤箱呢，它可以让肉质的水分全部都锁在肉里面。那我们一样可以享用店内的蘑菇酱或者是黑胡椒酱来搭配我们的大盎司的牛排。超大牛排侧面看过去将近有4公分厚，中间还带着粉红色泽，让人看着口水直流。店长说，这40盎司的大牛排可以让2到4个人一起分着吃，恐怕还吃不完呢。不过胃口不大也没关系啦，店内还有一道人气餐点嫩煎牛排，也非常受到客人青睐哦。现在为我们介绍的是嫩煎牛排。那嫩煎牛排，它顾名思义就是它比较嫩，那跟一般的肉质来比，它的筋跟油花，筋比较少，油脂分布比较均匀。那我们也看到肉质的部分它是比较充足的，都还在低。那我们比较建议的部分呢，是先吃肉的原味，所以我们会建议你们在肉上面先加上我们特制的玫瑰盐，直接加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加上去就可以直接享用我们的嫩煎牛排，这样不但可以使用到肉的原味，也可以吃到我们特制的肉。店内摆设明亮干净，旁边一整排的自助吧台有饮料、冰淇淋，吃牛排用的蘑菇酱、黑胡椒酱应有尽有，都让客人自己取用。大胃王老饕早就闻风而来啦！你看到什么歌？没有，我们是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对啊。那你就知道要给你那个3张。因为同事有来吃过。我们店里面呢，跟别的牛排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我们节省了所谓的前菜，也就是吧台的沙拉的部分。那我们将沙拉所省下来的成本，整个回馈在肉上面，那可以让消费者使用到更大、更厚的牛排。